着风儿吹，一边看着云儿摇，月亮挂树梢，夜前最浪漫的鹊桥。你把一切都变得热闹，怎么让你我遇到？大人呐、啊，大事又不好，前尘往事全被他忘掉。听他迢迢那一天，阴差阳错，把你送我怀抱。城主大人呐、啊，大事要不好，我怎么一见到他就笑？难以预料我，想和你一起天荒地老。我才发现，原来你牵动我的思念。你看那无边的眷恋，一天天一点点，把世界都蔓延。听着风儿吹，一边看着云儿摇，月亮挂树梢，也牵起浪漫的鹊桥。你把一切都变得热闹，怎么偏偏遇到？听着心儿跳，看着你的眼神飘，牵着你的手，也像你的温柔轻柔，又会牵错红线的月老，还是缘分刚刚好。哎呦娘，树上不知道从哪儿带回来个野女人，一看就是屎壳郎钻到花生里，不是好人。说是救驾有功，结果就直接住进了主上的寝宫。哎呀娘，您是主上的乳娘，主上从小喝您奶长大的，您倒是管管呀。哎呀宝贝儿，你话什么话呀？你可是客千月，淘淘的客公令，主上呀，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你爹死得早，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的，娘也不容易，你不能什么事呀都靠着娘呀，你自己呀，哎呀，也要加点油，使点劲呢啊！娘。我是咬牙放屁使了大劲儿了，谁知道他主上就是不上钩呢。哼，像我这种绝世大美人，哎呀，你说主上他怎么就是不为所动呢？哎呀，我说宝贝儿，我听说天护城的启梦公主要来，这启梦公主呀有倾城佳人之称，美艳绝伦，跌到众生之貌。哎呀，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！不管了，一个一个来，先解决眼下这个小狐狸精。好，是我生的，有老娘当年的风范，他给我往死里整啊！成这副德行，跟我比可差远了，还想勾引主上？我看你是光屁股打饿狼，胆大不要脸。看我在你脸上划上两刀，你还怎么勾引男人？
上，待汤姆阁的水好了，臣来禀告。嗯。应该早就知道姑的身份，所以才出手相救的吧？算你走运，下了不好棋。你若有命活过来，姑必重赏于你。汤姆哥的水好了，知道了。粗俗！哎呀，哎呀，娘哎！吓死我了，还以为是会没命了呢。若他们发现我们把交接办的侍卫给迷晕了，一定会加强守卫，到时候再想动手恐怕没这么好的机会了。哎，我想回去见我娘。我也想我姑娘。你说到什么？我精神一紧张，我手就莫名其妙的就抖，可能这就是精神抖擞吧。你们是何人？叶昭南这个奸邪小人，姑刚刚踏入木西城境内，就派刺客刺杀姑。这木西人呢，素来狡诈，不然先主也不会中了他们的奸计，被他们气死了。主上，还是等到和天木城联姻之后再做行动吧。对了，救姑的那个女子，再查了，但什么都没查到。无缘无故，怎会女扮男装？也许是为了接近主上吧。还记得那次出游吗？有两位女子故作体弱多病，那眼看就要晕倒了，还硬是要晕在主上的怀里，真是何其猛哉！妖狐，你手劲那么大，怎么不去打铁啊？我轻点，轻点。谁让我们主上英伟不凡，俊俏逼人，长岭的女子欲罢不能呢？
白嫂。对。哎，对，你就是三妹。对。啊，主上，听信谗言。大哥，为何要杀我？为了让你能够接近主上，我们设起安排让你去救驾。你这个伤是救驾时受的，我们发现你失忆了，所以大哥要帮你恢复记忆啊。因为你是受伤失忆的，故此我们要案情重演。那我是怎么救的主上？那不重要，三妹。重要的是你救驾有功，有机会可以接近主上。刺杀他。三妹，全家几十口人的仇都交在你手。等会，你刚刚说的是几百人呢？那不重要，三妹，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能让我们失望啊。三妹，都靠你个三妹，闺女啊，为我们全家报仇啊，报仇啊，报仇啊。啊，三妹，想起来了吗？爹。老关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不识大吉之兆吗？吉在哪儿？鬼扯！我那卦上写的是谋定无忧，贵人点头，没准那姑娘就是咱贵人。贵人，我就怕她撵给我们。这样，咱们现在就回去把给薛明杀个得了。你老杀啥呀？你杀，就算有差错跟咱们三没关系啊。内城这么大，上哪去找我们呀？再者说他看到的是三个侍卫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太监。你羞涩呗，你不觉得咱仨干的这事有点缺德吗？缺什么德？走！哎呦我，你听点这东西。你醒了？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女扮男装？报告主上，城外抓了千步信人，有反抗的已就地处决，剩下的都留在城里做奴隶。诺。主上听信谗言，将我们全家满门抄斩。你救驾有功，有机会可以接近主上，刺杀他。不能让我们失望啊！这群可恶的木西人！来人呐！有刺客！主上，主上，有刺！刺客呢？主上，刚刚明明这就有两个刺客，还有一个登徒子想要轻薄奴婢。可千月，你躲在这柜子里作甚？奴婢恰巧路过。你恰巧路过孤寝宫的柜子？这个树林里吃蒜，
凑巧了。哎呀，呀呀，奴婢想到奴婢还有点事儿，奴婢先告退了。主上，臣。告退，回来。何事？啊，臣收到木西城探子发来的密函。叶昭南身体抱恙，闭关休养了。咱们刚从木西城回来，他就身体抱恙了，真蹊跷。叶昭南呢？叶昭南，你可千万不能死，要死也得死在姑的手里。那臣回来，叫人去把尚书房收拾出来。今晚，姑在尚书房就寝。那这位姑娘，她有伤在身，就让她在这儿休息吧。分开睡？你觉得姑能让她占的便宜吗？臣多嘴，臣这就去办。对了，忘了问你，你叫什么？我三妹。兔崽，你俩等会儿进去啊，都给我使出吃屎，呸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我要死里整的小妖精，看他还敢住在主上的寝宫不，让他知道知道那薛夜城呀谁说了算，知道了没？知道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来来来来，放心吧娘，敢和我客千月抢男人，那就是耗子拔猫毛，自寻死路。白鹿在，小双在，走走，给我往死里整的小妖精，走。参见客夫人、客红令。我来，你给我起！娘，他流口水，弄我一手。让开，让娘来，你给我滚！轻点，爸爸爸爸爸，轻，疼疼疼疼疼！你居然敢对客夫人无礼！放手，你给我放手！好大的胆子，敢踹我！你们几个谁呀、啊？一大早上吱哇乱叫，扰人清梦。好你个小狐狸精，我娘可是当今主上的乳娘，主上和太夫人都对我娘恭敬有加，你敢对我娘无礼？就是。真是恶人先告状啊！我在这睡得好好的，明明是你们无礼在先。这里是你睡的地方吗？啊，就是，我都还没睡呢，轮得着你吗？我看你是恶狗下茅房，找屎！找屎！就是，说吧，昨天晚上你把主上怎么着了？
昨晚啊，昨晚，昨晚月黑风高，主上突然一把把我摁在了床上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一件一件又一件的脱下了我的衣服，然后呢？我说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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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呢？他说：“姑要，姑要，姑要。”然后呢？嗯，然后，然后我就反抗，反抗，再反抗。然后呢？就反抗失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能失败呢？我也在想，我为什么会失败？你现在反省过求用啊？娘，他夺走了主上的珍藏。宝贝儿，不哭不哭啊！主上肯定是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啊！他昨天晚上亲人的你给我闭嘴！我闭嘴！我现在就去死！宝贝儿，宝贝儿。你个小狐狸精，你给老娘等着！宝贝儿，千万别想不开。寇夫人，哎呀，又让开！小客人，夫人，寇夫人，犯的错，宝贝儿。哎，主上传召。主上，姑昨夜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想了一夜，终于想到如何奖赏你了。你就留在姑身边，给姑搓背吧。搓背是奖励？行了，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哼，此时你的心里已经美得不行了吧？哼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左边，右边，你没吃饭？就说不能给你们这些女子一丝机会，不然你们便会想尽办法轻薄于公。真是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般自负，也该说你毫不出众，甚至寻常至极。
容貌学长，头脑学长，身材也非常学长，世间男子圣君者比比皆是，如夜空繁星。你什么圣主？你什么姐？你沐浴的时候不照着吗？你你何能何能？以为全天下的君子都这么一点？你放肆！你是从未见过那些女子看顾的目光。馋猪肉的人未必都想嫁给猪。你敢拿顾和猪相提并论？猪的本生气，你生气什么？杨虎，把他交给上公君，教教他规矩。我们本是好心去探望，谁知道他见到我们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毒打，这也太不把太夫人放在眼里了。他果真如此放肆。太夫人，不是老奴我多嘴，主上带回来的那个小妖精呀，咱也不知道他什么来历，说不准呀是木西城的细作，这万一要是对主上不利，这可怎么得了呀。哎呀，太夫人，他说不准呀是个风尘女子，那万一要是把那不三不四的病传染给主上，这可怎么得了呀？那小狐狸精留不得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救驾有功，轻易处置，以后谁还敢救驾了？哎呀，太夫人，太夫人说的对，他确实救驾有功，不便随便处置。参见太夫人。从外面抓了几个木心女子送到城中充当奴婢，另外主上将那救驾女子交到了上公局。回啊，你落在我手里，我会让你变孽数月，求死不得。听好了，在轩月的主城里，我客千月说了算，说了算，谁敢跟我作对啊，那就是和主上作对。跟主上作对？还有你们啊，不许对主上有非分之想。非分之想？主上是我的。是我的？是客宫里的。还有啊，在轩月城你们都得。我爹和我两个哥哥在哪呢？为何那夜之后便不见了踪影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啊！告诉你们，我乃先主御赐的小郡王。你们现在这些木西人，全部由我来掌管。你们胆敢不听话，我就揍死你们！揍死你们！看什么看？快给我走！快走啊你！